翅膀硬哦。先吃药，不吃饭。先吃药，不吃饭啦、啊。嘿，乖，嘿嘿嘿，嘿嘿嘿。唐三，啊？不就好了吗？你今天猫叫声吗？哪里？猫叫声吗？是吗？喜欢吗？那你喵，喵一下。我可以睡觉了呢，棒哦。阿姨，晚安。我来了，阿姨呢？天山，想我了？就是这样，叫吧。来看一下，哇，这个水好多啊！每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哦，积了好多水。不过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，毕竟窗户是开着。哎，阿基妹，哇，脖子也脖子，来看这边好了，好看这边，观众在那边，哇，大家要看一下阿基是怎样子的爱爸爸，怎么样？阿基，你们画的要画，这个呼噜声完全听不见。来呼噜一下，没有收音。有吗？哇，看这个身材，我看一下你的伤口。哦，有了，都是毛，毛茸茸的。哦，明天大家看得到。哎，这里有一块。哦，这一块还没出来，其他都已经那个了。听说你今天胃要不乖哦，哦，小小反抗哦，阿莲奶喝，你要跟爸爸一样勇敢呐、啊，好吧？哦，那好多的毛哎，看这个毛茸茸的，来看这个毛，哎呦，好顺哦，好顺滑，啊，这个嘟嘟，你猜多重了、啊，阿弟？这样可以吗？我上来帮你挖便便的。哦，再摸摸你这个香气。
不对，开始要给大家清清才对。来，再清一下。每天给大家看这个影片，来清清。好，好，好，看这个啊，行，可以。耶，明天早上宝宝有标题了。要下什么那个标题才好呢？阿根果然最爱的是爸爸，这是老梗了。你有没有好一点的标题可以跟我讲？顺服的阿根，还是跟他爸爸亲亲好了。好，跟爸爸亲亲，那就梗了。有有有有，标题是那个爸爸在阿根的房间抽筋，神到。来，有标题了，变成我们两个一起入镜了，因为梗是我，我没有这么好像歪了，你过来一点，来，在阿Q房间闪到腰的爸爸，他每天的标题好了，来，背一开吧。这男人就是要爬得起来。来，我叫你坐一下，拍一下。哈哈哈！声控的哦，拍三下，拍三下，拍三下。帮你摸，好了，我要去帮你用便便，好不好？好好休息啊、哦，我要再去自我修复了。到了三颗哦，梅花三。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太恐怖了。年轻人，动起来，动不动不。好好，摸摸摸摸，才十秒钟就好哦哈，一秒钟，两秒钟，我看看指甲长不长。哎呀，指甲，对，而且我要帮你剪指甲。哎、欸，还好啦，短短的，这一次短的。看一下吧，哎呀，这一次，你这次比较长，对对，这次要剪。哦，好长好长。那、啊、你的右手，哦对，你没有右手，你只有一只手而已。我那边只有一只手，的方面还要完整。你有个完美的家，好不好？有在呼噜了，亲亲。哦，亲到了，亲到了，有。有标了，有标了，谢谢你。我要拍一下啊，那帮我拍一下。再来一次。不是这样啦，你上次打我吗？好，先这样子哦，要走了哦，爸爸要走了哦，真的要走了哦，爸爸走了哦，下次来可以带动你的好不好？好啊，下次妈妈会让你要乖一点哦，然后不能顽皮，知道吗？下次带着我你来给你当礼物，哎、欸，对，好，拜拜，走了，我真的走了，别后悔哦，我要走了，拜拜，来特写一下，拜拜，下次看到我就有肉你哦，记得哦。